再次热烈掌声鼓励，欢迎我们 solo 青年组的一号选手骆成伟。谢谢我们罗成伟选手的演出，谢谢。成伟在 solo 的时候，他开头其实蛮吸引人的，然后他 是一个这样开头进去，然后再带进他的整个 solo。那他在整个 solo 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连贯的打下去，然后我觉得他打的东西蛮棒的，然后他的整个呈现其实都是很稳定。但是我很喜欢他打的内容的部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王玉胜选手。
谢我们王玉胜选手的 solo 演出，谢谢。二号王玉胜同学啊，你的位移技巧不错啊，可惜有点小失误啊，希望你多多安排各种丰富的技巧加入进去，你的 solo 会更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吴凯威选手的演出，掌声鼓励！呜呼！谢谢吴凯威选手的演出，谢谢。青年组的 solo 三号同学吴凯威，我觉得他小鼓的层次起伏非常的棒，然后重音也打得不错，可是我发现他重音都一直强调在右手，其实当我们在做一些新的动作，其实有些左手的重音是常常被忽略的，因为左右手交替出来形成的重音，那个张音有时候会让人家产生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张力跟表现。然后注意，就是他在每个不同段落的转折处，其实也都是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清楚，就是那个细腻点，没有完全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在音乐的时候，在音乐性上面，在受这一块的音乐性上面，就是这一点是蛮可惜的，就被忽略了。再次热烈欢迎，比赛正式开始，是我们四号选手吕哲安，掌声。
谢谢我们的吕战选手，谢谢。泽安就是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是他那个小鼓的技法、哦、就是很有创意。那这个 solo 的这个编曲的结构部分啊，就是会建议说铺陈还有整个循序渐进的层次再做更明显一点哦，这样子整个歌曲的架构会更凸显。以上一点建议，谢谢。好，正式欢迎我们许家正选手的演出，大家掌声加尖叫！呼！掌声加尖叫，谢谢我们的五号选手徐家正，谢谢。哦，家正他的这个 groove 虽然是强烈的，可是他每一个声音、哦、都呈现得很清楚，那每一个乐句要表达的我都可以很清楚的听得出他要表达的一个乐句里面的律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啊，以上，谢谢。让我们正式欢迎六号陈宇辰选手的演出，掌声鼓励！
那我们谢谢陈宇辰选手的演出，谢谢。六号陈宇辰同学，我觉得你今天的音色处理得非常好，可惜你的 shuffle 处理得不够好，希望你多多练习 shuffle 的技巧。我们正式欢迎我们七号选手刘建根，掌声鼓励。掌声，谢谢我们六剑客选手的演出，谢谢。青年组solo七号的刘建亨同学，我觉得蛮惊叹的，就是他的那个转折回去solo整体部分，那个细腻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他的声音的控制度也非常的棒，然后整体的铺陈上也都很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整个看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享受的感觉，谢谢。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 solo 青年组的八号赖冠英选手的演出。
谢谢我们赖冠英的演出，掌声谢谢啦，谢谢。我刚看到冠英在打的时候，他用 hi hat 的那个 trick 做一个开头，哦，那个东西很棒，很吸引人。然后特别他加了一些转棒，然后有点像是那个 drum line 的那个演出这样子。那那个部分是很棒的。那他的每一个段落，他在做都有一个主题，而且他会一直去延伸。啊，那个 idea 我其实很喜欢，我觉得在 solo 里面他有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让人可以听得到他的整个打内容的连贯性。那在打的过程中也会加入一些小趣味，所以我很喜欢他在他的 solo 里面，他的演出里面有这些东西，这样很棒。